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阿香哦。哇，这条鱼太重了，单手提不起来。你看，这是青翼鱼，我从来也没吃过，牙齿是绿色的，第一次见到有种鱼牙齿是绿色的。这条鱼的话，重达15斤，一斤20块买了，我们300大洋。这种鱼的话，我对它的习性也不太熟悉，我今天就给它拿去打窝，到时候看一下水坑里面会吸引来什么鱼，就知道它在海里面有什么天敌哈。呀，哇，这个水面激起了非常大的水花。那我们过5天之后再过来冲。5天后，哇，今天浪太大了，这个船没办法上来哈。我现在我姐夫那个正在想办法把这个船靠到这个上面，正在调整船位。3、2，就冲啊！来，李丽，来，我来抱你。带着女朋友来抄水坑了。Later， 这是我高中同学哈，发哥，然后他过来帮我们一下。好，走，走，走，1、2、3。今天浪太大了，忘记带手套了，只好赤手空拳去抓，好多鱼啊！哦，看我阿翔。没戴手套，空手抓你，来了，哇、哦，大石斑，海蛎，哦，有点刺啊，来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好，这个就是体验技术的时候了。哇，这白白的虫鱼，哎哎，哇，鲳鱼，鲳鱼，这个是金鲳啊，这个是好吃的。这边有个很深的石头缝，看我掏几只出来给你们看一下。来了来了，哇，掏紧紧的，哇，黑雕，漂亮哈、哦，哇，这个有半斤多，大老远就听到你在，我最看不惯别人在我面前，知道吗？你进入了包公，偷懒，太重了，啊，这里你看。摸了老半天，原来你跑到这边来了。哇，黑雕！哇，珍珠斑、黑美人！哇，这两个跨越种族在这边谈恋爱，都是1斤以上的。喂，还想跑？对，多少位？哦，海蛎，小龙金鲳鱼，这个是1斤多。哇，这里还有，哇，最近鲳鱼很多啊，还有，哇哟，这条漂亮哈，还想反抗，逃不过我阿香的手掌心。哇，这什么鱼好大，哇、哦，老板啊，1斤多，哇，这个没有戴手套，手感就是好，一摸都是鱼。你看，随便一摸都是鱼，手感爆棚。这里，看、啊，这里，对，哇，都有鱼啊！这里一条，哇，这里还有一条，哇、哦，又是一届双雕。最近鲳鱼怎么这么多？哇，今天这个手被爱情滋润过，头发运粘在上面，随便一抓都是鱼。你看，哇，又来一只，大货了。哇、哦，哇，空手抓，手会被刺到，小心一点。大石斑，哇，来了，哇，底下，哇，有一只鱼，很大，要跑路，再吸我的手，拽出来，拽出来，来了，出来了，你看，这个才是值钱货，哎，那另外一只跑了，不管它，这八爪鱼比较会容易跑路的，先给它抓进去，哦。捏我的手，跑这边来了。哇，鲳鱼，鲳鱼泛滥的季节。哇、哦，这石头缝底下掏几条鱼出来，给你们看一看，看一看我阿翔空手套白狼。哇哈，哇来了，哇1斤多了，这条2斤了，这条是个龙胆。哇，又来了又来了，哇好大，好大好大，什么鱼？哇、哦，海蛎。看到没有，
看到没有？哇，这个没戴手套就是不方便哈、哦，不然我要是放以前，直接一口气给它拽上来了，一斤多的黑鲷。来来来，来了，被我赶上来了，赶上来，我现在不能直接抓它，只能把它逼到角落，然后从底下拖住它，啊，这样拿抓上来。哎，没带小刀就是不方便啊，怕被它刺到。哟，这条半斤多的黑鲷。哎呀，这个你赶紧过来。你给它堵住、哎。就是你，它一直抓，一直抓。你看，就是这条黑美人，一斤多，这拿去清蒸，油泼非常好吃 ，delicious。我来了，哇，单手给我提出来了，呼，厉害了，赤手空拳。果然是爱情的力量。戴手套，居然都抓住它！哇，这爱充满爱情魔力的手，进去！哎呀，这什么内白白的，不会动。手缝底下啊、哦。幸亏你这个眼睛还是很精锐。我四只眼睛，那肯定的。嗯，我两只眼睛。哇，大哥，第一次来跟我凑着一个人就爆桶了。可以，差不多至少40斤鱼货。来了，一二三。满满的，师傅，这是我赤手空拳打下的江山啊！赤手空拳打下的江山，是吧？赶紧去找个女朋友，你看爱情的力量，让我赤手空拳抓了这么多鱼，哇仔，看到没有？珍珠斑、鲳鱼、海蛳，哇，老虎斑、青斑、龙胆，鲳鱼今天很多，鲳鱼多啊，今天还有开封的包公，海蛳今天有好多条。斤多的，我、哦、还有一条2斤多的龙胆。走喽！阿酱，今天一共卖了这么多钱，你女朋友这么喜欢拍照，你有没有回去买个好一点的相机给她拍拍照？那当然是 no problem 哦。那我们回去了哈，那浪有点大，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回得去。如果你们看到我们视频更新的话，就说明我们已经安全到家了啊。那喜欢阿酱赶海的，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头像观看。